让乌克兰失联落选，吴亦凡心中紧拍。吴亦凡在制作人公演中获得第一，小组可优先选人。惊了一下，没想到这么大变化。一至五的五位选手，只能选择进入或者不进入吴亦凡的战队。哇，那不就代表这次不选吴亦凡，就要等到最后给人捡？我的选择是吴亦凡，毫不犹豫。以后可以跟你起坐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哦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哦。就太明显了，他肯定会选我。在本轮，陈梓桐和那吾克热选择想加入制作人吴亦凡的战队。今夜のご注文はどっち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，我第一个站出来了。我暂时没办法让他们加入我战队。这前面的一到五都不在我的名单，那吾克热是在我的第六人选，他们出来的太早了一些。不理解，已经走进死胡同了。为什么不选我？好像我在你心里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地位。我恨你抛弃了我。